在刚刚有人问到三温暖，我有没有去过？<coughs> 我以前哦、喔，这边我要感谢高雄啊，我忘记去那间叫什么名字。我以前当兵的时候真的很穷，家里是没有家里是没有办法寄钱给我的哦。我们那时候大大当兵是没有钱，那后来我去受训，那我因为我签下去嘛。 一天喝三包，不会，不会，小包的不会，不会太多。哎、欸，那那时候蛮穷的，所以说放假呢也没有车钱回家，因为我在高雄受训嘛。那那时候当学生，一个月扣一扣九千多块，九千多块哦，学生九千多块，签下去之后九千多块，那其实在军中九千多块，你光去福利社买那些衣服啊、袜子啊。 然后放假，放假你也是不敢花钱哦。你我只能去后那个大家知道左云军区嘛，门打开后面左云军区后面有个左云大街，左云大街现在好像没落了嘛。我只能去吃个凉面，凉面还得吃四十块的、三十块的那种，吃不起人家那种加鸡丝大碗的加玉米哦，一碗六十块的我还吃不起。然后一个味增汤。 我只能吃小碗的，我真的很可怜。阿管以前真的很可怜，哎呀，没钱嘛，才会去签嘛。但是你放假你要睡哪里？你去旅馆什么太贵嘛？哦，那时候还不知道那种便宜的旅馆。哎、欸，汽车旅汽车旅馆更那时候没有什么汽车旅馆，也没有旅馆都是打炮的。所以那时候呢，在这个同梯的推荐之下呢，我觉得他们就带我去，就是三温暖。 那其实高雄的商务我忘记哪一间了，他们好好，他们门口就写着，你拿军人身份证哦，过夜，你可以在那边住一天过夜，哦，然后就两百两百五十块，很便宜，还可以洗澡，有冷池热池，有蒸汽室，有烤箱，哦，那我们当兵很累嘛，被操得很累嘛，就去洗一洗，泡泡热水，烤烤箱。 可是有个，然后它有一区是电影院哦，电影二十四小时啊。那个电影当然都是 A 片，但是没有声音。为什么没有声音？它有一个是沙发床，大家应该都去过啦，我这个年纪的，现在应该年轻人不知道。它有一区是沙发床，都是床沙发床，然后就放 A 片，然后没有声音，因为所有人去不是看 A 片，所有人去都在睡觉。哦，有一小区，那大家可以睡一个三十个、四十个人。然后另外一区是太空舱。 就是上下铺的仓，然后我是睡那个铺上下铺，然后冷气一直放，所以我都是去那边睡觉。哎、欸，我就是去那边睡觉这样子。所以说，我真的很感谢三温暖，好舒服，然后又便宜，然后又在那个人生当中哦，真的让我度过了这个假。 哎、欸，然后白天嘛，白天就出去，也不知道去哪里，就去网咖。那时候网咖，高雄网咖我也很感谢高雄的网咖，台中的网咖很便宜，真的很便宜哦，包包夜一百块，包夜就是我们的。我那时候出去就是很便宜嘛，我包七个小时还是六个小时吧，一百块。然后饿了就叫碗泡面，泡面好像加蛋二十五块三十块。 然后珍珠奶茶一杯，那时候还很便宜嘛，二十几块、三十块，反正你当兵，你放假，你这么五百块就很爽，五百块就可以打网咖，然后包个七八个小时，然后去三温暖睡一天，因为放两天假而已嘛。然后就第一天晚，第一天当然出来就是去打网咖嘛，打到过夜，然后第二天就是，然后到晚上，然后就是去三温暖睡觉，睡到隔天的中午，然后准备回营区。 准备回营区这样子，然后去就是玩什么，我也不会玩天。所有人那时候都在玩天堂，我去就是玩 CS 跟那个暗黑破坏神二。哦，那 CS 呢就是玩什么区域联网。我又很感谢高雄跟台中的网咖，因为我们那个时代联网速度跟狗屎一样，所以都是网咖自己在干，网咖自己人，你知道，永远不怕房间没人，因为他一间网咖。 好可怕，三百台电脑，然后他妈三四百台电脑，然后你进那个房间，他们会有自己的房间嘛？反正永远都有人，就是然后线路都很稳定，因为区域网嘛，自己的网，就是网咖里面自己干自己的这样子。哎、欸，然后如果你连线去外面，它就变很慢，lag。所以就是我都玩里面，哦，好好玩，然后就玩那个那个什么那个暗黑。 哦，在那边敲哦，那时候就画面很糟嘛。那时候觉得画面很好，反正时代进步了嘛。那时候觉得哇哦，然后所有人都玩天堂，我就没有玩天堂，然后就去反正打个 CS 啊，不然就红色警戒、世纪帝国，然后特殊版本，你就无数生兵啊，那个是自己玩爽的。红色警戒无限生兵啊，有没有核弹兵什么兵就出来乱炸一通，反正你只是要度时间嘛，你也不是在练技术嘛，就乱玩嘛。 然后它又和有很多小游戏网咖，它的游戏超多的，很多小游戏。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去玩暗黑就有自动开图，我们那个时代就有自动开图，它你都不用去走啊，你都开一个，它那个网咖都给你灌外挂，然后他妈的图都开好好的，图都开好好的，然后干你俩你就去乱走，都走走走走走，很爽。然后。 世纪帝国也是无限生兵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反正它就是特别版嘛，网咖嘛。然后还有一些小游戏，哦，很多小游戏，什么飞机呀、啊，什么移植过来的一些什么快打旋风啊。但网咖真的很厉害，什么游戏都可以当肉这样子。然后有人在看一片啊，哦，然后我们都是在玩那个。所以我觉得我在高雄那段时间，我在台中那段时间，我每一次。 到后面我升中士的嘛，不叫有钱的嘛，一个月三万六千多块，那时候就敢坐飞机回来台北。那时候都是放四天假哦、呃，一个月放一次四天到五天假，战备嘛，演训嘛。然后从放假回来到台北的时候，我他妈超不习惯的。我那时候就跟我的一些好朋友讲，因为他们当兵都没有在高雄，没有在台中。我跟我好朋友讲说，然后那时候就回我们泸州的网咖，三重的网咖。 干你娘的，一个小时一百块，一个小时一百块，然后电脑比高雄、台中的烂，然后他妈的东西没东西吃。当然，我真的跟大家讲真的，我那时候觉得高雄跟台中好屌，我不是在臭我们台北，什么战略高手，一个小时两百五，我干你老母嘞！呸！ 就是很烂的，很贵啊！台北就是他妈又烂又贵，然后又没有人去。然后你随便去蓝雨，还有什么台中的、高雄的布丁奶茶、珍珠奶茶、举乐奶茶、咖啡，什么牛排饭、鸡排饭、汉堡、泡面，哇！你把这电脑打开，哇，他个吃的超多的，干料然后也不用先付钱，点一点，点一点，好方便。然后美眉还会送餐，你都一直玩游戏就有东西吃。 吃完了，然后好开心哦，然后干的好便宜哦，然后干的好爽哦，然后累了就在那边睡觉，因为它是沙发椅，好爽，好棒。然后干了回来台北，干了几单进去包盒，干了几百的，免费啊，有免费红茶，干了点珍珠，没有珍珠奶茶，没有那些都没有，没有，有啊，有泡面，没有饭，没有面。我最喜欢台中、高雄的网咖，还有乌龙面，还有干凉面。 还有各种泡面，什么满汉大餐有没有？什么牛肉面加蛋？黑熊哥在黄色包包啊，给你加蛋，还有各种青菜，可以给你刻着嘞。哎、欸，我今巴无哪么加啦，哎、欸，火锅料一片，哎，圈圈那里不能五哦，哦，哦，好,好吃哦。我就觉得我回家我怎么煮泡面，就是没有网咖那个的味道。我就觉得干娘嘞，这不台北三小啊？我真的没腐烂，我对天发誓。 我回来把台北的网咖骂了一个点又贵，没东西吃，啊泡面又难吃，啊干你娘几掰！他、啊、去台中，去高雄，拜托人家那个、哦、点点点点点、欸，我觉得台中高雄是不是同老板？点点点点点，然后美美送餐，嗯、啊，还可以看一下美美。哦，珍珠奶茶，我躲靠，多不我跟你讲，台中高雄的珍珠奶茶是长这个样子，我没有骗你，这超大杯。 台北的珍珠奶茶长这样，三十块，银去外面卖的，三十块一杯珍珠奶茶，珍珠这么多，一个杯子这么多，吃到喝到你厌世。台北珍珠这样，他一杯这样，干你娘鸡巴三十五、四十。那时候我那时代，高雄一杯野果奶茶二十五块，布丁奶茶一定，而且我要跟你讲，我只要吃同一布丁哦。 啊，加布丁，对，加布丁给十块，还是统一布丁？他、啊、现场倒给倒进去给你。台北的用的什么鸡巴布丁啊？那么干你的鸡巴嘞！我还说，哎，你们是不是统一布丁？哎，统一布丁还倒给你看，统一布丁整颗倒下去。啊，多少钱啊？你加布丁这样加十块哦。啊，奶茶二十，加布丁啊，加十块三十几杯，多不要靠呗。我真的觉得，你知道吗？可能是为因为军人多嘛。 军区外，然后鸡排，我跟你讲，鸡排很早期，就是那个快可力嘛，大家知道最早期的那个，你们现在应该京也不知道什么叫快什么快可力啊，哇，哇，真乃这么大到干你啊，你奇怪诡异啊，那时候鸡排在那个军区外面一定会有那种快可力啊，不然就是那种小摊子那美眉在卖的鸡排，鸡排超大块，为什么？因为回去大家都要包给学长嘛，战备留守啊，对吧？ 买买点心回去给他们吃，所以一定是十片十片的叫，新兵都要巴结学长，十片十片的叫，然后去大家吃。哦，我跟你讲，大家放假收假，你鸡排跟真奶，你喝到他妈怀疑人生。你问聊天室，我不知道是某海陆这样的，陆军应该也是的，海军应该也是的，因为左云军区嘛，你吃鸡排，吃喝珍珠奶茶跟鸡排，吃到怀疑人生，吃到他妈中风。 很便宜又大片，一辈子他妈干你俩这么大，然后回台回回台北什么都贵。我说哦干你妈的，怎么什么都贵呀、啊？台北都什么鸡排、珍珠奶茶又难喝，料又少又贵，鸡排又小块又难吃，然后他妈去网咖居然没有饭，我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小时一百块没有饭，没有饭。单从泸州我们这个新北市。 台北战略高手几点精能罢课？你阿哥，我讲这些都怕安怎啊？而且他的电脑，而且我去那时候高雄、台中，他的椅子还沙发的，大家记不记得？然后电脑屏幕大沙发的，然后点餐就是啊，你直接电脑滑鼠滑过去啊，就可以点了哦，太神奇了没？我我在泸州，我在三重，我还要跑去柜台，要不就要泡面啊，两个两个就是可口可乐，还了冰的冰箱，你敢去买？那个真的是。 真的是时代的眼泪，真的是台中高雄太屌了，因为别的地方我不知道，因为我驻地在台中清泉岗，我们都是台中市玩网咖蓝雨嘛，还有一间叫什么网，我叫藏网什么很大，然后高雄我是哇干、哦、你娘的，我就说他妈的，我们台北的都是三十平一间小小网咖。 我跟我我跟我朋友讲，他们都不信，因为那时候大家二十几岁嘛，啊，网络又没有资讯很发达。我讲干你娘，狼黑是一二三四五六楼呢？你讲什么什么一二三四五六楼？百货公司哦，你咧好小，我我好小，我最后吃龙虾。干你娘嘞，黑狼黄卡是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，那个电脑上面还有号码牌，第两百台，两鬼白，干你娘的，滚鬼白。 拜拜！嚯、哦！一楼、二楼、三楼、四楼，嚯、哦！一楼、二楼、三楼、四楼、五楼，嚯、哦！没有，我那个时代后面网咖做烂了。我那时候来，大家看一看，我二十二岁，二十一岁，我现在二十三，我现在四十三岁嘛。二十三年前，二十二年前。 后来当然，全台湾越来越便宜，越来越便宜。我的我跟大家报告哦、喔，台北还很贵的时候，人家台中、高雄都便宜到爆。重点是，我觉得我真的佩服高雄台高雄人、台中人，就是人他们做吃的又干净。虽然他们料理包，哎，北鹏今下蛋啥起来？虽然是料理包，还会在那煎一个鸡蛋。 感动哎，也不贵啊，一个饭六十块，六十五块，还有汤哦，还有汤汤，还有一碗汤，你吃不吃？哇，就是你知道吗？什么饭？什么饭？什么猪排饭？鸡排饭？鸡排真的是鸡排，我不知道他们炸鸡排，真的鸡排饭，鸡排饭比较贵啊。然后牛肉是牛肉包六十五块，哎有帮你加边煎蛋。我在台北，我他妈真的没吃过啦。 我就感动哎！干你啊！这是网咖还是餐厅啊？我真的是这吗？我真他妈的佩服台中人、高雄人的商业头脑。我那时候超级佩服的。我二十二年前，你说最近期的不要讲，二十二年前台北、新北真的没有这种店。那你去台中，肯定你还是沙小，一楼、二楼、三楼、四楼、五楼。哦，问我问我学弟啊，你们这边都这样？哎、欸，很正常啊，很正常啊。 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当然那时候有人死在网咖里面，太方便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后来还有坦坦，还有副坦坦，你困啦，诶，另，你过让他个偷谈吗？后期啦，后期开始流行，高雄、台中都先走。后期就是什么？有漫画，你不喜欢打，有漫画可以看，有片片，有漫画，哎、欸，有漫画可以看。那你看有睡觉的地方，比较贵。 都是他们先走的，不是台北先走的，都是台中、高雄先行的。真的，我没有骗你啦、啊，真的，我连台北我都骗。那时候台北是真的没有，台北是最厉害的，就是战略高手，贵到爆的高手，贵贵爆烂爆，然后又没几台，所以我只要每次回泸州、回三重。 我会去玩那个电脑配置啦，那个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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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连区域连线，我都省美哈。因为人，人那么少，你知道吗？我、哦、在高雄、台中都哇，几个人整、一整哦，就后这个就臭逼耶。就是你会忘记时间，当兵就是要忘记时间嘛。你放假出来就是好好放松嘛，然后累了。 就是这个汽车旅馆，它没有汽车旅馆，它三温暖，又军人打便宜，还有打折，两百五十块过夜来，你刚跟我找哪个地方有？高雄人家就有，而且、啊、很舒服，很舒服，很干净。你不要以为它很脏，很干净，而且他持军人身份证给他看啊，打折。我就觉得哇，好棒，真的是军人的天堂。 就是休假啦，休假啦，但是真的蛮超的啦。我们那时代真的是蛮超的啦，但是真的是，大家一定没有那个时代没有去过那个茶街，台中茶街，吃的喝的真的是，我真的觉得台中真的有个屌。我那时候二十几岁，二十四岁退伍，我还是台中茶街嘛，他有一条一中还是什么我忘记也不知道，那现在还在不在？ 哇，真的是很厉害，吃的喝的，哇，台湾没毕业了，而且你看不到那种地方，我真的没有。然后高雄左云军区，还有高雄那个高雄市那个三温暖，高雄市吃饭的地方，还有我去高雄那个热炒店，那时候台湾还没有什么热炒一百，真的没有，他们高雄就很便宜，我们嘉宾哥都吃得起，一个菜一百多块。我我最喜欢吃什么？现在我当然现在我不敢吃，我跟大家讲。 炒田鼠，甜薯我回来跟我台北市的讲说，干，你还拿有那种东西？我说是台北这边没有，你问高雄，我真的是我第一次吃到好吃三杯田鼠，你就在冰箱都看到老鼠趴在上面，就趴在冰箱上面屌在上面，真的好吃，谢谢 d o n 也懂嘞，bro，真的又便宜。我真的没有在夸台中人的意思，高雄人的意思。但是以我那天当兵，我们的经济条件来说，我觉得这两个地方真他妈是天堂。台中市哦、喔，高雄市哦、喔，他们不是不只是我跟大家报告，他们不只是不只是阿兵哥军营外面，军营外面更便宜。台中市也不贵，高雄市更便宜。 高雄消费更便宜，然后我最喜欢吃那个什么，我去高雄的时候，网咖不屌，那个什么，那个他妈的现在没落叫什么新爵江爵江了，撞球间、电动间，所以说陈伯在打电动，我都去那边打。Holy can，Holy can 后面就是赌马、跑马，我最喜欢去那边喝珍珠奶茶、吃鸡排、吃 Olay，很便宜，很便宜，吃串冰。 然后新觉江那边都等龙筋，我就好喜欢玩那个。那时候玩什么？那个什么 VR 快打，大家记不记得 VR 快打？哦，快打旋风，VR 快打。那个时候，然后很便宜。看那时候啦，时代的眼泪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重点是。 消费吃到爽，吃到吐，哦够爽，干你啊！真正够爽的。阿兵哥呢？那我那我，你想象一下，阿兵哥要讲海山蛋，诶、欸、你去高雄真正讲海山蛋，真正几多天才？然后我真正不好笑，现在我不知道啦。我卡扎去那个那个什么龙珠，你知道吗？我台北的龙珠长这样子。 但你你还什么比蛋壳还比弹珠还小颗，人家高雄的龙珠啊！塞你娘你还鸡巴跟他共完的呀、啊？可能是他们高雄有鱼港，我不知。看你娘你还龙珠跟他共完的，你娘还鸡巴的这大咧，看你老母的我比台北比较熟。嚯、哦啊！我 头家的炒菜阁清气性，你知哦？因遐拢露天的啦，高雄的担拢露天的，然后都仔都，真正摆咧路欸，你毋捌食过迄啦？即摆应该嘛袂摆啦。较早真正阮食的迄拢是摆在马路上，你知哦？可能高雄吧，我就很喜欢那种 feeling。啊，回到台北就是哦，对啦，没有错，的确没有错。台北、高雄、台中那时候，现在哦、喔，差不多啦。那现在。 台中、高雄更漂亮，因为台北都是旧建筑了嘛。台中、高雄都新建筑嘛。那时候我在台北，我就有一种哦，我们台把的建筑真正就属于建筑物啦，什么啦。高雄、台中真的比较建筑物来说比较。那时候，那时候二十二年前，可是人家的电脑、人家的吃的、人家的服务，还有人家在对待人那一种。 那种发自内心的服务力在不？我不是在臭，真的。现在不会，现在不会，我讲现在不会。较早真正是咱讲北北北区的人哦、喔，真正狗眼看人低。我马阿平哥嘛，但是你去台中，你去高雄，嘿拢足亲切的，因为都是军人嘛。较早较早，起码袂，我讲较早二十年之前，你卖干咩？干你娘有诶无？我袂甲你骗。 二十几年前，台北人真的是好像高人一等。新北市的人、台北市的人，卡早讲打扮起打扮惯嘛。噶咱北部的人，噶咱卡黑罗。但是我好你讲，我凭良心讲，现在没有啦。二十二年前真的很明显，我袂阿哩骗你。会聊电视就明显呢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外购啦，我也购型啦，拍摄。我三年播嘛就奥萨哎嘛。卡早拢惨啦，我罗州拢残。卡早二十年以前，我阿哩讲，咱即卖罗州为甚物？ 长荣路、长兴路、嘉马什么捷运站，遐拢残呐，遐拢残呐。干你娘、喔，你妹下课，我咧补兵能加分呐。小跑玩家拢在遐啦，拢残呐，拢在五缘啊，还当村啊。哦，人工站的，你入去甲台中，你入去遐高雄，咱辛苦只地磅子啦。我身上真的没有超过一千块，但是你去消费，你去花钱的时候。 你会发现，人嘅服务，因为可能南部人吧，中部人吧，干恁娘，你会感觉讲，人就是足亲切，人就是甲你服务，甲无论你是啥，那么早你做兵啦，干娘我那头拢安尼存是咩啊，我那么剃光头知咋？我那光头脸呐，头毛拢安尼，拢安尼。我们都是阿兵哥嘛，一看就知道嘛。人家对你还是很亲切。 啊，少年嘞！啊，有诶同桌伊讲啊，恁我无阿恁好笑，我逐摆个唔捌度过啦，我逐摆个唔捌度过啦。你知影阮去高雄食物件，看阮那边哥可怜吧，炒饭炒炒诶，有无阮食济诶？真正人头家娘头家有加炒一盘面啊，我惊恁食袂饱，我覺說感觉讲干我就感动诶。啊，你少年嘞，较贤食啦，阿边哥来炒饭，搁炒啊，即送恁食啦。 这差米差饭，我未阿恁骗，大概去，大概有诶。好、啊，我交代恁啦，这把紧，这把紧，阿姨请恁，啊，啊，真请恁，哦，你辛苦，我拢熬米嘛。你知道？较早馆长写安尼，光头，啊，只拢伤啊，拢白嘛，都较白啊，真正，哦，迄只就感动诶，哈哈哈，未拢辛苦，你也讲我诶薪水安尼一个月九千辛苦，恁别咧大把枵死。 平时个呀，平时个台北，甲你老母嘞，袂歹啊，较早真正，真正有够赞嘞，等我们平常心讲赞，哦赞，真正袂啊，袂袂好笑啊，但起码我唔知啊啦，诶、欸，晓、那個。 嘿嘿嘿嘿，嘿嘿 <laughs> <laughs>、哦，我看一下懂内哦，谢谢抖内波，四角裤哦，但是咱这提支内裤较好清呢，四角裤，我们现在就是类似四角裤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就是我，你可能你有没有买过我们提支内裤？它要是有点平口啊，那个很舒服啦。 你不要在那个你讲那个有扣子那个是個，他在南诶，做，西角口诶就垮诶就拍看啊，定好皮卡丘啊、变形金刚啊、超人啊，黑部好啦，黑部拢就卖我开两个扣子，我知我看到买是西角口，而且黑老容易破。今摆咱这提质内裤哦，它是三角、四角平面，平面，它上出去包覆性、柔软度都很好。 都很好，嘿，真正啊，嘿，我即摆来裤是真正进步，你穿看买啊，你穿看买啊，啊，即摆无人咧做流啊，法度做啦，哎呀。 教练房买教练课，平板电脑签名处可不可以改大一点？有够难签，这个我再跟工程师讲，应该现在城市协好是有点难度啦。哎呀、啊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一化时代哦、喔，它有一些表格，你是不是签那个 iPad，在 iPad 上面签名嘛？那个东西没关系，我再问问看。嗯。 我有一个学生在学校，因为被学校同学嘴炮，然后就推了他很大一把，导致他被学校处罚。他觉得不公平，不公平就要去申诉啊！不公平就要去学校哦，去申诉。哦，然后就是就是。 呃，这种东西都要家长去跟学校。我跟你讲啦、啊，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家长本身、爸爸妈妈本身要去学校跟老师反映。你要公道这种事情哦，要叫去学校反映。这个馆长也没有办法帮到忙。呃，如果有霸凌的事件的话，馆长可以帮你转介警政署。哦，霸凌啊，被打啊，这种事情，我可以转介警政署，或者转介立委，看你是哪一区的，我们就跟哪一区立委讲，或是议员，他们最喜欢的。 因为他们就可以有版面了，而且现在要选举了，我们回不去了。谢谢谢谢同内，当年当年的怀念只能留在心中，现在的游戏回不到以前的感动，也也也也也不是啦，也因为咳咳好了，我来讲啦。现在你拿有什么感动？现在就是你要吃东西，付片打打一打 Uber，、e、你要买东西，网络订购叮咚哦，e n 超取，要、啊、叮咚签名。 现在的生活时代、生活形态已经改变太多，游戏已经从以前的以前嘛，去网咖嘛，不外乎嘛，我们那个时代嘛，干你！人家天堂鸡巴天堂，天堂好像不玩天堂，你击败你不要玩游戏好了。暗黑破坏神，暗黑破坏神，好，那即时战略游戏就是玩星海跟那个世纪帝国、红色警戒哦。那接下来就是一些小游戏哦，就是一些小游戏哦。 那现在是多平台，干你你要什么 Switch 啦、啊、，PS4、PS5，PS 什么 Xbox，什么微软，什么干你的 PC 端，哦，什么干你的 N 手游端，哦，平板，哦，现在已经也不是不好，多彩多姿了，现在玩游戏是要。 你喜欢玩哪个类型的？又有那么多类型的，有益智的，有恐怖的，有涉及的，有第一人称、第二人称、第三人称，有二 D 的，有三 D 的，有有有有有有赌博的，有有有有,有探险的，有开放世界的。现在你说以前我们怀念吗？是怀念，好吗？也真的很好，但是现在我觉得当然是更好。 但是以前那种感动，我们这个时代人知道就好。我昨天晚上，我我没有接工伤哦，大家可以不看哦，因为我是付费看的。哦。我昨天晚上看了一部片，我看到到外面哭的稀里哗啦，我也不怕大家笑了。不过我真的是，啊，我老婆睡觉，我自己在那边看，看到早哎、欸、早哎、欸，我四点开始看，大概两个小时，看到早上，妈的，眼睛哭惨了，我他妈真的哭惨了，真的哭惨。 真的、啊，那你说我我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每每看到动漫我感动的东西，或是电影我感动的东西，我就觉得，感我活在现在真好。我每次都这样觉得，我每次都觉得啊，我我活在这个时代真好，好方便哦。然后我要看电影，不用像以前一样去电影院，我我我直接打开，然后我看了之后我觉得，对，上年纪真的比较容易感动。 因为当你有小孩，或者说当你谈过一些恋情，哦，他这部片呢、啊，应该放大预告应该没差吧，应该不会被编吧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如果大家有兴趣，你看完应该会哭啦。我看到最后，我也不想破雷哦，我也不想破，我不想我不想要雷啦。你我我给大家看一下这部片 哦，干、oh. 你你啊，你怎么直接是还有时间的？谁、欸、<coughs> 我真的是觉得蛮感动。放帮 <coughs> 他放应该没差啦，我觉得。 这部片真的太棒了，这太棒了，真的太棒了，了的太棒了。You're going on a journey, a journey through w h r e you know. m e r i y mercy。很棒啊！这部片我诚挚的推荐，我完全不用工伤 完全一毛钱没有拿，但是这部片的确让阿管很感动，非常。到结尾的时候，哇，惨了，哭惨了。嗯是。哭了点在哪？我又不能讲，讲了就爆雷了。我操！谢谢佩珍，谢谢佩珍的董内田鼠是吧？田鼠料理的。 啊，我不能讲啊，讲了就破梗啊。他最重要就是，我一开始也认为，OK，我稍微讲，我一开始也认为他是个 B，但是呢，我一直认为他是 B，但是到后面我满怀愧疚在看呢、啊，然后他妈感动到不行，干你你啊，他不是他他妈的，好不要讲，讲下去就就就就就就我会被干掉，好不好？哎。 啊，其实是 F，<laughs> 没有啦，这样的要啊！我为什么那么早结婚？男人要负责任啊，不是吗？哎，为什么要结婚？因为我爱我老婆，谁？因为爱谈恋爱就是一个很。 很美的东西，然后到最后，你男人就要做出承诺。那做出承诺之后，你就得付出你的所有，因为你爱他们不管我们多红，不管我们多有钱，不管这世界上如何的转变啊、呃，但是回忆哦、呃，如果你看过对、這個、回忆到。 当年我认识我老婆的那段时间，那的确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。对，所以就，C 一就是爱嘛。